在做什么？就算各位体验庙会游行当中任由他，也就是专教礼的仪式。专教礼呢是信徒向神许愿之后，为了还愿，自愿用身体当作垫子请神垫脚上架，并且穿过教礼，需要彼此方式表达对神最崇高的敬意。穿过教礼之后呢，希望能够达到消灾解厄、祈求平安健康。文昌帝君掌管人间功名利禄，学生学业、大人事业都参拜文昌帝君。希望各位今天来到这边有缘，向文昌帝君祈福结缘，并且穿过教礼，希望都能够得到帝君的护佑。不管读书、考试、事业、升迁，样样顺心，样样顺利。请帝中工作人员只是缓慢穿过教礼，不要突然站起来，以免发生要爬过去哦。那个他已经是你做过有位有缘，想再修一张欢迎的行包。伊人咧，今仔日有缘来到遮，遐文昌帝君祠吼，大家咧拢甲这个文昌帝君的护佑，不管读书考试，发展道路，行行顺心，行行顺心。遮听众当做人员指示，咱拢用背下，有缘发生危险哦。来，排队时间有限啊，排队时间有限。来，专教礼的仪式呢，持续进行当中。好，等一下义正呢会出发往下一个地点移动，表演更加精彩的节目。等一下脚步可以跟随义正往前走，欣赏更加精彩的演出。来，一个接着一个慢慢来，不要急哈，一个接着一个慢慢来，不要急。